当然不能只种旁边附近嘛，所以呢，我们最远三线就种到关山，最远山啊、海线就种到都兰，最南边就种到资本，还能有停车吗？哦，随便都是十几、二十、三十公里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叫你用人去耕，敢吃得来？你敢袂？对。用牛去拖较有效率。没有。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安那？开车。哦，做铁轨道嘛，所以五分线就安尼做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民国二年设厂以后，民国五年开始做铁路。OK， 那民国八年这条铁路呢，一路做到关山的时候，后续你去花莲港那边也有一条铁路，从花莲港一路到这个所谓的玉里，哦，那时候叫福石阁，那时候关山叫里龙，有没有？啊，就这样，哎，民国八年的时候，干脆啦，就把这一条铁路收归为日本国政府所有，啊，就准备要把它连接起来，哦，所以记得民国二年有什么工厂，民国五年有什么呀？铁路，哦，铁路，民国八年收归日本国所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就一句麻将密码，好不好？你我八听三讲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二五八，啊，你有记无？有啊，有啦吼。二五八，那民国十五年呢，就通到台北了，好吧？民国十五年通到花莲，哦，因为玉里到关山这条铁路通了。啊，那时候呢，不是呢，中间有一条溪叫卑南溪，他就跨过去的时候，在卑南溪的南端设一个火车站，北边设一个火车站。那南边这个火车站，因为卑南溪最后是不是流到太平洋？哇，这里就好像在海的遥远的那一端，所以这个火车站叫……我已经做表做干呢，更唔知海的那一端，海端哦，海端，海的那一端啊。哦，这种简单的单我已经笑话干了，林哥又没出来。然后这个火车站有没有？北边这个火车站，因为就在大波池的上面，所以叫池花凉。池花凉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该看的，该看的。